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疫情期间，十二 P 专题实操团队带着最专业的解读知识来了。虾皮最新豁免政策不清楚，老师带你一起解答。疫情期间店铺如何操作？疫情之后卖家如何应对？快来和莲妹儿一起看看本期的直播内容吧。至本期直播的主题有一，疫情对跨境卖家的影响；二，解读最新虾皮物流豁免政策；三，疫情期间店铺如何操作；四，疫情之后卖家如何应对疫情对跨境卖家的影响；一，无仓暂停收货，把货物寄到上海、泉州、深圳仓目前暂停收货，但是扫描发货比较慢，从而造成卖家发货延迟，进而造成订单取消，导致店铺扣分，最终导致流量下降，流量下降从而导致订单下降。对于我们虾皮儿的卖家来说，这就是最大的影响。下面的图片就是深圳仓货物都在堆积，虽然开始了扫描，但是也肯定是存在推迟的，许多微信群都在讨论这个问题。解读最新虾皮物流豁免政策，虾皮的政策从一月份一直在调整，而且比较柔和，官方可以看出认为疫情会对他们影响比较小，所以政策的改变都是以周为单位的调整。以下是十二 P 的最新调整，十二 P 平台特此调整物流时效豁免延长政策至2月16日。物流时效豁免只针对卖家预计备货时长 DPS 中 ship by date 及最后一个工作日，在2月16日及之前的统一调整为2月16日。DPS 中 ship by date 在2月16日之后的以及自然日没有物流时效豁免。下面我们通过这个图来解释一下。需要注意的是，2月9日后的订单将开始计算 LSR 和 NFR， 请各位卖家严格按照最新物流政策的发货时效来进行发货，以免产生扣分。店铺取消率过高也会影响买家体验和店铺评级，请您注意避免在聊聊中要求买家取消订单，因为该行为不在豁免范围内，仍然会造成聊聊行为方面的扣分。虾皮官方昨日中午答复，关于深圳仓扫描时间，目前仓库在2月17日左右会处理完，目前所有积压货物关于深圳仓送货问题，园区保安会对送到深圳仓的货物进行简单指引，送货前请联系客服报备今日受疫情管控工作影响暂停收货。关于发货顺序，由于目前深圳仓已经爆仓，对于日期上不能 100% 能保证先送达会先扫描，但目前 80% 订单可以保证先送的会先扫描。目前已优先处理2月1日前的订单，关于换仓发货的确无法解决大家发货速度的问题，而且会导致大家成本增加。关于国际段物流时效，由于疫情航班被取消，比之前正常增加2-3天。疫情期间店铺如何操作？一，目前可以正常发货的卖家，使用快递发货至仓库的卖家，请计算好发货时效，打包正确的货物，并和快递公司核对好发货清单。自送至仓库的卖家，请在发货时效内将正确的货物送至仓库，并与仓库核对好发货清单。二，可以在2月16号恢复正常的卖家，如果可以在物流时效内送达仓库，可参考上一条正常发货卖家建议，如果来不及在物流时效内送达仓库，可能会晚1-2天，可以酌情调整商品的 DTS 时长，或将无法正常发货的商品库存暂时调整为零。三，无法在2月16号正常发货的卖家，如果已经确定开工日期，请先将所有商品库存调整为零，停止接单，恢复正常后调回库存即可。如果无法确定开工日期，建议店铺开休假模式，停止接单，并联系客户经理登记。进入 Shopee Seller Center Shop Settings Vacation Mode 开启即可。注：休假模式生效需要1小时，一旦开启休假模式，需在24小时后才能关闭休假模式。店铺操作总结：库存管理，根据所在地区交通管制情况、您的备货情况、人员安排情况来合理调整商品的库存，如无法正常发货，建议将库存调整为零。店铺管理，店铺 banner、 店铺介绍自动回复中告知买家发货时效延迟问题，并通过聊聊对咨询中国疫情的买家进行及时和积极的回复，打消买家顾虑。订单管理，各位卖家需要计算好发货时效，并根据自身情况对订单进行发货。由于疫情期间
大量订单无法正常发货，建议和买家积极说明原因。疫情之后，卖家如何应对人员管理？一、提高人效，企业员工效率的提高可以大大节省我们的人工成本。比如说，员工最开始上班八小时，但有效工作时间1/4 H， 那就可以考虑一下提高员工效率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开源节流的因素。在人员管理方面，二、员工培训，我们对员工培训哪些内容都是需要考虑的方面，员工也需要考虑我们在公司的运营层面站在哪个位置，如果遇到裁员你该怎么办。三、兼职替代全职，我们跨境电商尤其是虾皮儿来说，对人效的要求不是很高，我们可以从这里考虑人员管理方面，具体的实施操作需要自己的考虑。新品开发，因为很多工厂停工，多接触一些新品开发，找到更多的供应商。如何找到新品呢？一、根据虾皮儿经理提供的周报。二、根据谷歌趋势寻找更多新品。三、根据同行平台，例如 Lazada 在其他平台卖得不错的，可以把商品直接搬运到虾皮儿店铺。站外流量，疫情期间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站外流量的获取主要的渠道来源于 FB、 INS、 YouTube， 其中台湾站点 LineCard、 TTT 以及小红书还有抖音、 TikTok。 品牌管理，一、店铺品牌，通过站外流量打造店铺品牌，再推广至各个社交网站。二、公司品牌，通过人效管理联袂而谈跨境。 Thank you.